神与女鬼的对决，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郭鬼鬼发起的，对，介绍一下，一群女生来对抗，对抗什么样子的对决？当然是德智体群美五育的对决啊，德智体群美全部都要，都要会，反正就是各方面都要很厉害，对，都要很厉害。好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分好几个关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来宾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位就是郭鬼鬼啦。好。第二位甘霖，太大了，太大了。第三位倪妮学姐，第四位糖果蓝心雨，这个就是女鬼队，我们是女鬼队，你们居然是女鬼队，对面有我们的女神呢，你们的女神，我们的女神，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下女神队，第一位他们的队长怡晨。因为我们都是喜剧界的，喜剧圈，对，喜剧圈啊。来，第二位派派，第三位含羞草的张琳。我要说什么啊？我是里面的 B 加哎，而且我们大拿，我们的 Frank 很棒，对，我们家有香奶维护全世界啊，维护起来。关心脏病呢，由我来当发牌的核官了啊。规则我们讲解一下，跟一般的心脏病是很像。比方说，有一方赢了之后呢，输的那方就被淘汰，对不对？被淘汰之后就换下一位上来。哦。对，直到有一队没有任何人为止。好，那我们游戏第一轮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好，谢谢，怕你累心追。好，来喽，一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，好像六，好像六。上次之下，就。